荐，感谢，谢谢我拉面哥。嗯，救命！比心，谢谢我拉面哥的海豚大火箭，感谢，谢谢我拉面哥。我就不装的。感谢小吴的海螺仙境啊，谢谢我们的小吴。没眼睛，耗子呀。哦，你不是戴美瞳？我眼睛啥色啊？哟，混血吗？感谢秀才说书，谢谢，感谢我们家小郭啊，谢小郭的五花海螺仙境和海螺贝壳，感谢。不好看呢，还没有他在这里面好看。感谢我二狗哥续费的三个月的钻粉，感谢我狗哥，谢谢我狗哥的三个月的钻粉，感谢。嘛意思？今天要捅第一是吧？感谢我狗哥，谢谢我狗哥的三个月的钻粉，谢谢。狗哥大气，牛得一。对，这是奶盐啊，好妹妹。可以，出个火箭。嗯。海豚呢？嗯。感谢我千言哥续费的钻粉啊，谢谢我千言哥，感谢秀才笔下有千言，感谢我千言哥，谢谢我千言哥，感谢狗也有梦想的五花小画家，感谢也有梦想。这个是不一样，我们有这个关系。我哦，行，谢谢我驸马的两啊，谢谢我驸马哥贝壳，感谢。演一下也，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没感谢，谢谢，谢谢，谢谢看手机。那感谢，谢谢好哥的支持。真差不了多少，真没差多少。比小王哥，就是那个户外很牛逼的好哥。嗯。压力好大。女嘉宾，他们说人家就是跟好多女孩子就是，你知道吗？随便，你知道吗？就是聊的，就是你知道吧？哪方面？跟某哪一方面都是。感谢看手机报业的二百发小画家，感谢，谢谢车长，谢车长的手，二百发小画家，感谢看手机报业的二百发小画家，感谢，谢谢好哥的支持啊，感谢，谢谢车长的同情卡。嚯，没骚的，哎呀！兄弟们，最后两分钟，最后两分钟，我们可以续一下钻粉啊，因为我们明天那个钻粉是可以抽游戏的啊，明天我们是有那个钻粉用户，然后抽游戏。还有吗？还卡吗？不卡了吧？应该不卡。绿了应该。感谢狗也有梦想的海螺仙境，谢谢狗也有梦想，感谢猴哥的支持，谢谢狗也有梦想，感谢猴哥。梦想哥，谢谢梦想哥的哦，感谢梦想哥的海螺车，谢谢，谢谢我们家梦想哥，感谢我梦想哥的海螺车，梦想哥大气。牛得一，最后一分半，兄弟们，最后一分半。感谢看手机报业的小画家，谢谢看手机报业，感谢，谢谢豪哥的支持。旧版本容易卡出去，不知道啊，我好黑呀、啊。最后一分钟，兄弟们，刷新一下直播间，刷新一下直播间，兄弟们，最后一分钟了，小画家可以试两手，海螺仙境可以试两手啊，我们垫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要出大货了，该出了，该出了，兄弟们，该出了，感谢我们家川川川的海螺仙境，感谢好哥的山水厨房，
谢谢秀才说书画过往的山水厨房，感谢猴哥的支持，感谢，谢谢我拉面哥的100发海螺仙剑，谢谢我拉面哥，感谢我拉面哥，感谢秀才粉丝的小画家，谢谢秀才粉丝，感谢看手机包夜的小画家，感谢，谢谢看手机包夜，嗯，就是不错，好，感谢川川川的珊瑚啊，谢谢川川川的珊瑚海，感谢。吃饱了？饱了。你怎么这么慢呀？好家伙！欢迎我拉五哥，欢迎我拉五哥。太黑了，感谢车长的200发小画家，谢谢我车长，感谢。好，结束了，兄弟们，收。走，又你妈第二，我吐了。千年老，千年老，习惯。又你妈的老二。咱们好，晚到了，晚到了50分钟，不点来5次就开始聊天了。哎妈呀！我是可以徘徊着蘸蒜喝酒也味儿。挺好的，挺好，味道很奇妙，像百宝箱一样。我真的没想过不吃蒜，没有这个概念。不是，我觉得挺好，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就不至于那么拘谨。第一次见就是其实就怕多尴尬呀，你说哪种尴尬？然后就是谁不说话，那出来干啥了，那吃个毛线的饭，那没必要吃饭，那挺尴尬啊。你说一说，哎，奶奶出来吃饭啊，行，一出来往那一坐，然后下次谁也不叫谁，吓死了我然后我这边，你怎么不跟人说话？我说，哎，我说你来听听啊，听听的。嗯，我说那你累不累？嗯，还行吧。我说那要不然我给你叫车，你回去。嗯，我还没吃呢。秀奶奶看起来比较亮。嗯，啥意思？那边干起来表，我不知道为啥他这个手机，我跟你说，像进了黑洞似的，那屋里像没开灯似的。为什么我这边这么亮，你那边那么暗啊？没那么晚，刚才你那过来的时候也没这么亮。对呀、啊，也没那么黑啊。你要不然放那儿看看。他好像继承了我电脑的衣服，后面一律就虚掉了。嗯，虚的事儿。手机问题吧，可能刚来，请问这儿在密室吗？对，旁边站的是 NPC。 大家好，我是 NPC。 挺好的。那你来了这些天，你在长沙有朋友吗？没有，女性朋友也没有。那你平常也不出去吗？就不出去玩啊，或者吃点啥？有一个小妹妹。多大了？00后。然后呢？会出去吃饭。就出去吃饭，没了。但是还没出去过呢。还没出去过、啊、嗯，就我来到这儿还没。我想问你，带你妹妹一起来吃个饭。啥妹妹？什么妹？我得看我怎么说嘛。哦，嗯，行了，不问了。就是朋友家的表亲妹妹。表亲妹妹。朋友家的表亲妹妹。那他长沙干嘛？上班？在亚马逊上班。亚马逊上班啊？那在亚马逊上班，那下回见面不得喝酒吗？在亚马逊。多少年前？
就跟认识的人很明显，跟不认识的人不认识更明显。那咋办？那咱都自家人，他应该不会那么腼腆吧？零零后，他跟我都很腼腆。那你看呗，下回如果要说你要是觉得自己没意思，然后想找个女孩，然后聊聊天，把她一起喊，咱一起吃个饭，然后再干点啥？唱 KTV 你去吗？你吃唱歌吗？哎，对，你应该唱歌唱嫂啊。嗯。咋？你可千万别发出去。没事儿，你这样，那你还想吗？还想吗？我换一个。那下班。下班。十三。好。十三下班。是，我知道，是。主要前两天他找我说话呀。那找你说话呢还行。嗯，我寻思我问你能不能回我。然后你其实，然后你也没跟他说，你还跟他说了吗？也对啊，那可能忙没看见。嗯，我也是这么想，只能这么说。那我整这么想。那咱俩一个这样子叠吧。最近比较忙。咱俩干啥呢？聊点不能聊的，你知道吧？聊点不能聊的。你们看不就得了吗？你们还想听啊？我妈跟我说。下播了，出来我妈能放心吗？我妈，嗯，下回你这样，你跟咱妈这么说，你说反正我三点我出去，如果要吃个饭，我自己我也不敢，那我得怎么说？我得找个保镖，但是我要找个保镖，我怎么说？我得找一个我信得过的，嗯，是不是？嗯，所以说你到时候你就这么说。阿姨，没事儿，下回出来吃饭我都报销了。没事儿，没事儿，我再给你送回去，好不好？他没在直播间。哦、咱俩不看直播啊。你看，我妈有时候就偷看，看完了之后就问我：“今天来的小姑娘谁呀？”哦哦，哎，肯定会这么问。嫁哪儿的？我操，你快睡吧，你快别问了。那阿姨看到那个，嗯。跳舞啥的哪个啊？阿姨不会。你说看你啊？但是我别人。那、没事，我妈不看那个，我妈一看跳舞，她就说这等的没用的，就走了。太搞笑。你知道吗？她有的时候就是我妈有的事也来我直播间露两眼，露完了就是要是看我干嘛呢，就看一会儿，看不懂她就走。我刚才想，我说用不用给你？哎，主要是我不会开车，但没事，你等我回来我就考车票。你会开车吗？不会，我也。你也不会开车？我也要考驾照。哎，那咱俩一起呗。哎，不行，你离我太远了，咱俩那个，要不然咱俩去那个去一个地方不太好，不太方便。老不方便，我就算答应你，回不去的。我得去，我再不去，你把这，我这次要裂开了。我跟你说，这次，这个活动我本来都没想去的，你知道它叫什么吗？叫恋爱。我知道。
请上车。我一听上车，我不会开车，我去个锤子。我说我不去了。然后他说为啥？我说我不会开车。然后哦，行吧。然后过两天之后，那超儿说，你咋给拒绝了？我说怎么了？我说我不会开车。他说，谁说一定得开车了？我说那不说男嘉宾什么玩意儿赢了之后还得选台车啊？啊，得选台车。那你只能选三轮。抱骑驴也行吗？自行车我会骑。骑自行车。对啊，我不行的话，所以说我想带凤凰哥去嘛，凤凰哥会开车。不行就租一个那种就是两个人的那种。你骑过那个吗？我下回带你骑，我骑自行车老厉害了，我还会漂移呢，你知道吗？还会漂移？我这是啥呀？游戏？还是你的呀？不是我那呀，是游戏。你没有吗？没有啊。你应该也有，他这个就是斗鱼，就是推的那个。你看，喜欢的话请上车，这个活动。哦，就这个。啊。啥玩意儿？我又加饼，加啥饼了？骑单车。游乐园清吧北二楼吉林骑车，好好好。这个可以一气儿全来，你知道吧？在游乐园里喝个清吧，然后吃个北二楼，在吉林的游乐园里骑着车逛游乐园，渴了之后喝个清吧，然后最后吃个北二楼，完事儿。真的，你要是以后想吃饭，你就跟我说，然后或者是干嘛的话，咱俩就正好出来。反正我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别太晚，可千万别五六点打电话。知道了。别太晚了，要不然好哥哥们也不放心，是不是？我这么个大个男孩，我出来，我大半夜的，我干啥去？是不是？我说出去陪奶奶吃个饭，一去了两三个小时，他又给我玩一个什么消失的两三个小时，你说我都难受，对不对？那你们平时会出去吗？哎，我直播间也没有弹幕啊。我现在不出去了，以前出去。以前刚来长沙的时候，就是光劲儿，光 M 汉我就去了七八次，就天天有人吗？天天。有人吗？不是，我看他们这个，我在旁边看。太好了，但是他们那儿是你啊，长沙的这个啊，贵吗？还行，比我们家那边便宜，比咱家那边便宜。我就可以买几张啊！我跟你说，我现在玩，就哪怕在北京，加起来都没有咱们东北贵。就是东北，就是挣的又少，然后玩的又贵。我上一次过生日，我不说了吗？我在家那边过生日的那一次。我请我朋友去那个咱家那边那叫啥来着、你们那边有个奥斯卡呀、我们那边有奥斯卡、然后我就去，以前我们那地方叫五月花，最后改成叫奥斯卡。你们你是啥意思？你们那边有五月花？哎呦，我们叫奥斯卡。哦，然后改成奥斯卡了之后，我上次去我看啊，花了多少钱？我们六个人。花了八千多，还没咋成。六个人花八千多，在卡座、包厢。不是包厢，就是卡座，就是卡包。哪个位置？就是最后那种，就是大沙发。哦，最外围那一圈。对，就只有外围有卡座，中间都是那种就是散台。哦。你知道吧？也不算太靠边吧，就是。偏中间往外一点，因为它场地大呀，就那样。哎，你们那地方有没有 AE 啊？没有。现在我们那个，我们吉林现在最火的是 AE。AE 倒没有。玩够了，没意思，真没意思，玩够了。东北的，我们那奥斯卡我没去过，我就总共就在。哈尔滨就去过一次酒吧，自己去的？不是，还是我跟我们做事儿去
那时候也是我过生日。主要你也不喝酒，他们说你那个酒量拉胯，稀了，稀了。说大毛上次给你两瓶就给你干倒了吧？哎，你见过太医吗？见过呀，我们上次一起嘛。啊，那次也有太医。嗯，不是，我俩半斤八两，我俩都差不多，啊、一个差一个不多。我跟王大毛。啊？你这开玩笑？王大毛的酒量我可知道啊。我俩真差不多。你他们说你就喝两瓶。你说两瓶啥嘛？啥呀、啊？红酒啊。他喝了两瓶红酒啊。我不是，我喝的一瓶红酒，王大毛也喝一瓶红酒。那啤酒？啤酒可以无中生。真的假的？别整了，没用了。那上次我真的喝一瓶红酒。我也不信，下回吧，下回吧。这次我们吃点饭得了，因为太晚了。是不是？咱妈已经催了，说上哪去了，咋还不回来？你没跟你妈说你来干嘛呀？老说我吃饭，是因为她说你几点回来，我寻思我八点到那儿，嗯，我不十点多也就回来了，我十点多，嗯，然后这不是十点多吗？她就问我，她说不是说十点多，行，那就行，可能就是这个数据有误。反正你就是得注意安全，长沙一点都不乱，但是还是点。像你这种就是你知道吗？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那女的在长沙街头。哎呀，你有对象吗？人家那不是有对象吗？有对象吗？啊，但是一个人吗？他不是说你上次给我看的报道，不是说有对象，哎，对象给弄了吗？没有，自己一个人，然后碰见一个死变态，啊、嗯，照着他屁股去来了一刀，又配。真是啊，他一开始都不知道，后来哗喷出好多血。屁股能喷出来血吗？你屁股，我听人家说屁股上都是脂肪，就你上去呱呱呱扎个好几十刀，他都不带往出喷血的。喷了。对呀、啊，然后他直接倒那儿了。哎呀。对呀、啊，你看他们都说扎屁股没事啊，是不是扎到痔疮？那你得小心点，你那边很安静啊，那边。嗯，我那边还挺安静的。嗯，你像我们那边就没有扎屁股的，这边虽然人多一点，但是素质都很高。你不要天天想着在长沙走被扎屁股，你不可能的，你知道吧？这个地方其实好人还是比较多的。太想笑。你有凌晨就是比如说十二点然后什么的去五一广场溜达溜达玩一玩吗？当然没有，我没出去过。其实你可以去五一广场十二点啊或者什么时候你去逛一逛那边的，说的巨多，帅哥女的，而且，嗯，那你喜欢啥？我喜欢。不喜欢男生。出门垫着假屁股，哎，这不湿是一个道理吗？这可以。一倒下就带出来个海绵垫子。你懵了，对面也懵。反正都挺帅的，我上次，反正我每次去五一广场，尤其是有美女吗？有啊，全都是。嗯，有美女还可以看一看。为啥？有啥用啊？你可以学习一下人家身上穿搭，嗯，气质，嗯，嗯，也行哦。这
但是他们的身上总给我一种感觉，智能，智能，对，就是那种就是给你一眼就是让人感觉没有江湖气息，很傻的那种感觉，你懂我意思吗？那就还是没有气质呗。对，就是不像你，你一过来的时候，其实你是带着气场来的，但他们就是没有气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没有气场，还点残。你们不知道吗？就这种东西，就是我跟你说，还有谁给我气场比较大？跟在自己直播间里的颜值差的不止一点半点，是啥意思？就是说你现实比直播间里更好看，是这意思吗？嗯，啥意思？你管他说什么，你就往好了想就得了嘛。我是最漂亮。哎呦，咋这么亮了？哎呦。现实的好看多了，你们出的你们好像看到过一样。没事，我帮你，我帮兄弟们看了，确实好看，确实好看。突然间好亮，但是太亮了。哎，哦，是你拉暗的。我没有，一开始没拉。我估计你也是宅了。跟我差不多，不想动。嗯，算你说对了，角度问题。你把我说对了。哎呦！怎么你手机在这儿也这么暗啊？什么？哎，那奇了怪了啊！哎，怎么这么暗？是啊，那走吧，我们。你等会儿要上哪儿去吗？还是直接给你送回去？你想上湖边逛吗？湖边很近吗？过个马路就是。那行，那走吧。买单了吗？没有，我去买单。你在这等我，原地不要走动。拿过来。哎呀，我这穿裙子真不方便。你从那边走去啊。你给我，我直接下了。兄弟们，去奶言直播间看吧，好吧。今天我要到这儿了，我们俩分开播啊。去奶言那儿看，直播间号71541897154189，搜奶言啊。我们开了俩小时了，到奶言了。去人家去了，等会儿是湖边啊，去湖边溜达溜达，好吧？你先去溜达溜达。欢迎来到密室。你多高啊？你觉得我多高？183，有吗？这个，我看看我手机充多少电了。
桌上手机别忘了。啊，我，咱俩忘拿什么东西没？没了吗？拿这个。没有啊。没了。我照个镜子。我。通用的啊，通用。我这回我全拿上了，我这边丢不了一点。我跟你说，我这啊，上次丢啥了？我上手机啊、包啊，我全丢了。好，我有什么丢什么的。那要重新买吗？那不是，我还能再找回来。这就是我的特色，你知道吧？我丢完了之后，我马上能缓个10分钟或者5分钟，我就想起来，哎，我包呢？或者是哎，我手机呢？我就能给找回来。嘎嘎猛。你看鞋套都穿下来了。我参加了吗？我参加了吗？我没有参加，对吗？这回没丢东西，我还给人家鞋套带下来了。你看这么看最起码得1.7米了。你看我俩肩并肩是吧？好暗啊，怎么会这么暗啊？我靠！这怎么这么暗？好暗啊！嗯哎，充电宝，帮你把充电宝还了去。行。充电宝。没有，要不还的话，我还得买了它。我不好意思在外面直播呀，我牙差不多吧，我牙感觉卡粉儿，其实不是，它就是锐化。我卡粉了吗？啊，没有啊。它是锐化的事，什么东西啊？我们得去这边，从这边走。嗯，要我帮你拿着不？嗯，行。咋这么黑呀、啊？咋这么黑呀、啊？你这啥手机呀、啊？我不知道。挺黑，不过主要好看，好看就行了。不好看，那我今天头发梳太光了。还是注意安全。是。咱好像闯红灯了。啊？哦。完了完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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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文明树新风了。明天新闻就是某俩斗鱼出，不看就都那什么，自己闯红灯。哇，这种感觉真好，还是晚上出来好一点，白天太热了。前段时间太热，我都不想出来。对呀、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出来过了。很久了吗？嗯。你刚搬过来多久啊？一个月？8个月？8号来的嘛。哦，那我刚才人都不见了。8号来的，就前一两天出去待着，我好像得有半个月没出去。没事，这回等我回来啊。嗯，等我回来，我们可以没事的时候出去吃个饭啥的。行。
好黑呀！我干嘛了？我真该死！我到他下巴呢。对。还到呢。哎，到了。没到，没差一点吧。差一点。不过他确实真的好瘦啊！你这个就没必要说什么减肥了吧？我上镜胖了。上镜胖，那你这个主要是你这个现实这也太瘦了，都我跟你说兄弟，就是已经瘦到那种，真是我跟你说啊，就我一个大腿顶他俩了，都快太瘦了。哪有啊？哎，你看这这么大点儿，你看怎么转镜头？我在这儿，要这么拍才好看。绝了，苗条，好，快来，我没有那个小温瘦，之前不是连过一次麦吗？他好窄呀，我还是要，就是我身上还是有肉的，我就是骨头小。这个不行，这是红灯。我还记得大伯给你起那个外号，铠甲勇士啊！我说马车号，铠甲勇士。这个手机要一直哄着摸是吧？好，没啥变化。这样是不是把你拍配？我看不清，那个也没事儿，我无所谓，我没事儿，没关系的。小温也瘦，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挺瘦的。我没有他瘦，我肯定没他瘦。但是我觉得奶言挺活泼的，真的挺活泼。我有活泼的，对啊，就性格好啊。我觉得，你知道吗？我刚开始认识小温的时候，你知道小温跟我说什么吗？秀才哥，我说怎么了啊？好。你知道现在小温跟我什么样吗？走了，秀才哥，傻逼。我说哎，好嘞。服了。他也是主机的是吧？对，他也是主机的。哎，这不是他热门的吧？他热门的。他是热门分区，我是主机分区。热门的。什么玩意儿？好。难道没有人偶遇我们两个吗？几点了，好妹妹，偶遇我们，上这儿来抓我们？累吗？不累啊。他1.85米呢。啊。基本看不着，可以这样，这不死亡视角吗？
你都知道死亡视角。对啊，人家跟我说拍女孩子不能这样拍，这样拍的话是死亡视角，也不能太这样拍，会露天灵盖。没什么大事儿。哎，你平常的话喜不喜欢就是这种，就比如说压压马路啊，然后多溜一溜，就比如说天别太热啊。挺喜欢的呀，但是首先得吃，先吃饱，嗯，然后消消食儿。嗯，我比较喜欢吃。可以。能看见你吗？能。为什么能看见我看不见你的？因为我穿的太黑了。他怎么说我走的太快了？还行啊。为什么这个要点一点啊？不知道。慢点，他们说你在尿尿。放屁，怎么可能？要上去吗？对。眼睛没光，那不是嘎了吗？对呀。哎呦，感觉这里边也有冬天的样子。啊，这个上边都是那种小狗吧，青吧。小狗吧。你们不会看到两个人就觉得两个人般配吧？哎。我就说那个，哪个？看到那边，岸边那一条街了吗？啊，就是那个，你们看，看见那边了吗？这是梅溪湖吗？啊，这是梅溪湖吗？这是湖吗？湖吧，这是湖吧？啊、这是水吗？这后边？啊，这就是水啊！你以为是大操场吗？啊，那不是水吗？江边啊，湘江，你看，就是那边那一条街，你看见了吗？全都是小吃，还有清吧。这大半夜的，不知道我都能开水里去。你会开车啊？啊，湖啊。我也害怕。江，那是江。江。这你管得挺宽呀、啊！你管得挺宽呀 啊！行啊，看来你也是中华女英雄啊！到哪里都要整一手。哎，我最近自己天天直播，这功夫都是在自言自语。是吗？你看这个光，我觉得无敌了。来，就非得来。哎呀，过去啊！啊，那边封上了。我哎呦，你不说
都没看到。是吧？啊，我还寻思，我说你就非得找一个那个人家大哥，我会这么下头，人大哥烦死你。不是，我看这边封的死死的，我看我本来想从这边穿过来，但是我怕那边有链子。啊，这边光可以。嗨。嗨。嗨，小金凡。我们上一次就在这个湖边吃的那个鲱鱼罐头。鲱鱼罐头。嗯。你吐了吗？我没吐，因为他那个。你忍耐力挺强的。我忍者。给您搞介绍。这边亮点吧，你敢走这边吗？这边一般都会蹦出来一个奇奇怪怪的人。是吗？嗯，我上次走的时候就蹦出来一个。上了。你看，这边的房子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当时我就是走到这边来，然后就觉得这边的房子呀，还有玩的呀。都吃的喝的都挺全的，我觉得这边就挺好的。哎呦嘿，好家伙啊，铁看不清，妈也看不着了吧。有没有付费环节？好，你可以开通钻粉了，谢谢。我知道我前面一条弹幕没看清，然后最后一条给我定那儿了。走眼神了，什么？你电话？哎，我手机怎么在乱打电话？我操！哎，对不起，对不起，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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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嗨，打给谁了都打给谁了？好好好，没看着没看着，好家伙，太搞笑了！操，我裂开。哦，行行行，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管你借了500？行。啊，我老板。哎，你喜欢打篮球好的男生吗？就那种运动 boy。当然喜欢了。嘎嘎喜欢吗？就是我朋友说，他说会打篮球的男孩子，其实打篮球的时候其实是最帅的。对呀。是吗？嗯。好。好。怎么说？没事。你学习一下。对，我打篮球巨瓦，巨瓦。什么无中生有啊？怎么可能？到这儿了，我跟你说，你喊多大声都没有用了，南言，这可是你自己走进来的。你为什么？我想知道你怎么把这个路越带这么黑？越黑，你在喊什么？这附近就没有亮的地方。哎，上次我来的时候这还有路灯啊，这次怎么没有路灯了？我都惊呆了。啊，我操！哎呦，这黑啊！你给我扔下去啊？那你给我扔下去吧，我看看，这么大能耐。
要我给你扔下去吧。我就说要去那个对面，我觉得那个对面不错。我手呢？我手拿杆呢？我手呢？我手还能放哪？你先有没有？等我叫的时候，你们就说他手放哪儿了。行行行，啊，你不要乱叫哦。你有走过这种，就是比如说像这么黑的道吗？就自己没走过。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走过，我第一次走。而且我那两边全都是那种就是施工那种工地，你知道吗？哎哎呦，你快看！哎呀！哎呀！我真无语。这是干嘛？我跟你们讲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这旁边有个有个牌子，你往这上刮着呢。这边有个牌子你知道吧？我给你们照一下啊，你看啊，你看这下面站了个人，看见了吧？看见了吧？但其实这不是人，这是那种牌子，是那种就是假的那种牌子。看到了吧？直接吓没了，给他吓死我了。对，我刚开始一看，我说：“哎呦，我说这怎么站俩人呢？”他们说什么玩意儿？俩人？哈人？哈人呐，可吓人了！小孩都吓，你也不是人。我吓尿了都。听什么东西怎么笑呢？锻炼身体的，知道吧？慢点啊！好，我远了，我远了，真远。哎呦我操！我这样我太吓人了，我这样。算了算了算了。这样应该没什么事。OK， 能看清我们两个吗，兄弟们？我们已经到这个江边了。嚯，这个光你都 hold 得住的，可以啊。这样吧，这样我拿着，我帮你夹着它。哎呦，夹哪儿去了？可以吧？不好看。不好看。行，那换一个。手松开，手松开，你不掉地下了吗？我拿杆呢。我在这里呢。哎呀妈呀！啊？怎么样？进吧。这不全是水吗？是吧？哇，你看为啥你这个拍这边就好亮啊？你看还能看清海水啊，不是降水啊？不到啊。里面全是水，看不见。他。真坏，这帮人把这垃圾扔那个。谁说不是？谁扔这么缺德？坏死！太累了。太缺德了。这是你呀、啊？啊，帅不帅？
帅吧？太帅！我嘎嘎喜欢。我照的我眼珠子疼，天哪！我现在眼珠子冒泡了。听会儿声得了，兄弟们。真看不见他。他搞这个地方，什么叫我搞这个地方？可是你说来江边了啊？哦，咱们会绕一整条江是吗？不会，前面就到那个，就是到那个公园就出去了。嗯。啊、嗯。哎呀，真好。好不好？喜不喜欢？那个真好。以前没这机会吧？哪有男生能带你上这么黑的地方来？是不是？它涨潮会找到这儿吗？它涨潮不会，它就这么高。等回去你可千万别跟咱妈说，说那个他要问你说你上哪去了，你可千万别说上江边去了。为啥呀？这地江边带上江边哪有好人呀？你看它全一对一对的，你看长这样。你看咱俩整一个。长啥呢？不知道，好像打那个广，怎么跟小爱似的，知道吗？你就看这地方，你说多邪门吧？哪有好人？俩女孩儿啊，蝙蝠。有蝙蝠。哎，你就是我在长沙看见了，就在那个，哎，叫什么来？我哪知道？毛泽东那儿，毛泽东那儿叫哪来着？五一广场。废话，五一广场那个。什么滩？什么？要喊我操，到嘴边了，我裂开了。哎，那叫啥地方来着，兄弟们？我也到嘴边了。叫什么滩？橘子洲。好，一个滩字没有。好好好，橘子洲。对对对，橘子洲，橘子洲。对面那儿有一个观景的地方，然后那边好多蝙蝠。你还去橘子洲了？啊，好玩吗？进去，我在外边。我也没去过呢，不知道那地方好不好玩。我也没去过，我在对面。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照前边呢？看得那么清楚，都能看见路，为啥一转过来就是咱俩黑影啊？为什么？不知道啊。白来长沙，我没时间啊。没事。怎么了？主要我没时间出去溜溜。但没事，以后你就开着播，咱俩就要那玩儿。嗯。带你要人转一转。钓鱼。叔啊，这让钓鱼不呀？大爷，哥。这让钓鱼吗？啊。可以钓鱼吗？这。可以啊。可以是吧？随便钓是吧？可以。哦。可以噻。岁数大了，我还以为挺高冷啊，小伙儿呢。我想着是不得叫哥哥呀。说什么呀？记得钓鱼的吧？这地方还要在这住啊？怎么长这么大傻？你想听鬼故事？你想听吗？我给你讲鬼故事。这我熟啊。我不是带他黑灯瞎火的，这是我也忘了。那上次我来还灯火辉煌的呢，是不是太晚了？
上次我跟那谁来，我这边还登五辉煌的嘞。哎，来一根啊，你来不？哦哦，好好好，我来一根，那你拿会儿，好不？反正他们也看不见。对，反正他们也看不着啊。等会儿就看那个小红点，他也不知道是啥东西，还以为鬼火呢。还但是我有这个。哦，这个我也之前弄过，丢了。咋回事呢？怎么一点都不亮呢？妈呀，看不着，说是。妈也看不着。爸，你在直播间不？你看这湖边全是钓鱼的啊！哦，这是你直播间，忘了忘了忘了。你爹也看呢、嗯？我爹有的时候看。我爹最爱看了。我爹还给王大谋刷过礼物呢，送过个大飞机呢。我说你给我送过吗？说没有啊。我说那你不想给王大谋？他说你看没看王大谋那个黑头舞？我说啥？我操！我当时都裂开了。这种江上的啊，嘛意思？怎么了？哦，蝙蝠。哎，我小时候东北其实晚上一到晚上这个东西特别多，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也不出门是吧？我出雾霾。你小时候也不出门？小时候有猫头鹰啊。啊？那我没见过，我只见过在那个山里见过猫头鹰。哎，你看这个地方，这个江上宾馆来过吗？这是宾馆啊。啊。那住不得吵死啊？还行啊，你就住一宿，别常住呗。你住过？感受一下，没有啊？就我就说，就是这种，就是还挺火呢，回回满人。嗯、是吗？我没住过、嗯。现在黄了。啊？嗯。黄了。对，因为下雨，好像是给那个棚顶浇漏了，说是。我们可以从这儿上去，从这儿上去就那什么了。嗯、啊，这是萤火虫吗？搁哪的啊？不是，那个叫，你这个时候要把镜头转过去，给他们看看嘛是萤火虫。哎呦，哎呦，这哎呀，这点哪个？这儿，来，给哎呦，你这为啥一转过去这么亮啊？快，兄弟们，快看萤火虫！不是，我想说那个在干嘛？问问他呗。我想吐口香糖，吐哪儿啊？吐这儿呗，坐这儿。回来。哦。不错不错，我知道了。这烧纸。对，扫的纸。这还能烧纸？嗯，江边吗？你要是放生了，对，撒里边了、啊，到时候就上这儿来给你烧吧。不是给我烧啊，我到时候我准备就撒到这里头。啊？啊，回馈大自然嘛，给我扫里边。拍没拍？没事儿，他们看不着啊。他们看不着，就看着有点火。对，咱不知道干啥呢，关键不知者不罪。
对，我上次就是因为看了一眼，我回去感冒一周。我没跟你开玩笑啊，看点这个石头。哎呦，我现在就感觉我腿好沉了。是不是啊？感觉到了吧？你看，吓不吓人？那啥呀？我带你看看。好，我想直播，整整的好像。腿好沉啊！真假的，别吓我啊！我没吓你。你看，怎么说？这片地儿我跟你说老邪性了。回去洗个澡，冲冲晦气就完事儿了。早点下去。我在这边。为啥？没记啊，哦，忘了。不吃手不退的，三。好家伙，就爱看这个是吧？累不累？歇会儿。别在这儿歇吧。行，好好好。在这儿歇。什么？谁写了这么长？我看，算你。看去，好好好，挺能编啊！下回不许编了，走这么吓人。嗯。咋了？吐完了？刚才那有个垃圾桶，早就吐完了。那这还有垃圾桶啊？啊！这多好！怎么样？有没有感觉现在就是嘎嘎凉快，一点都不热了吧？我脚沉。你穿靴子当然脚沉了。拽着我，就你知道那种吗？就是趴着踩到你的脚脖子那种，你不让你走路。行行行，人家都是说一出来之后，哎，今天好开心啊，去江边走到我这儿，我这个又来出去了，像有人拖着我的双脚一样，我都走不动道。谢谢你啊。这高点儿人不就直接那个了吗？啊，吓人呢！所以说得小心一点。可爱你，变成鬼片儿了。那你在这儿能打着车吗？你得叫车，是不是？咱得找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吧。我刚也在想这个。我给你找个标志性的建筑。我们家楼下有个贼标志性的，叫做“与你茶道”。我当时打车都是到那儿，你知道吧？嗯。但是这是哪儿我不知道。这还有小房子呢。啊，这个地方施工，前面有一个漠河舞厅。啊、嗯，全是60岁的、70岁的老爷爷在里边跳舞。这适合叫那个啥？啊，叫什么霸王花来着 ？What？ 他那个叫什么蝴蝶什么东西？我忘了。奥斯卡之前叫啥来着？五月花。对。五月花，我们哎呀，我不跟你开玩笑，当时没改奥斯卡的时候，其实五月花还挺好玩的。现在改完奥斯卡了之后，就给我的感觉就很机械。五一嚎叫啊！啊！哒哒哒哒。
的，啥也看不清。哎啊，这你也看不清吗？我得这么看才能看清。哎呀，那你正常戴眼镜吗？就比如说戴那种隐形。那个叫大。哎，咱一会儿走隧道里，咱应该在那儿走吧？你走没错。咱俩不是走隧道，就是走。就是走的奇形怪状的地方。学校关门了是吧？你们家没有宵禁什么的吗？到几点就不让回去了那种吗？刚才应该是我妈说话。就哦，那咱快点吧，阿姨啊，嘛事儿没有啊？我跟你说，等会儿就给她送回去。我妈是不想让我在那边喝酒。不会喝酒，我不会喝酒，我喝酒就脸红，我酒精过敏。哎，我也酒精过敏。哎，这不巧了吗？不可能喝酒的。不可能喝酒，我酒精过敏。哎呀，这边可能都不太对劲儿，因为磁场不对。这边是的，这边应该那个的人还很多。哇，哎，去，知道吧？我们俩离这边可近啊，你别吓唬我。所以我。而且这边还有很多那种烈士陵园。是吗？嗯。你去过那边吗？江对面。那边是河西是吗？哦。哦，那边河西有烈士陵园，河东不知道，没去过。下回我准备去那边看看。哒哒。他的猫会后空翻。嘛意思？你们家猫会后空翻？我家的猫，哎，好像会，但除非它吓一跳的时候才会。嗯。那吓死。还好，主要是下回我们可以早一点。主要是这个好妹妹她这个她气点更行，你知道吧？啊，咱化个妆，是不是？下回我们直接去她那边就是吃个饭，近一点。这样的话，她下化完妆的下楼就吃饭了，是不是？嗯。那也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吃完饭就没有理由出去再溜一溜了。就很尴尬。这边溜达的地方还真的挺多的。对啊，你像在这个再走它半个小时都到五一广场了。哦好好哦哦哦，我看一下。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女孩子这么出来压马路了。啊，我真的很少这么走啊。前面是不是加油站？这你都能看清，在哪儿？因为那是红色的呀，红色白柱子。红绿灯吗？那的红绿灯是不是有点太长了？不是，等会儿你这，你看，我说前面那个红条条那个，是不是加油站？他跟我说有没有可能是红绿灯？刚刚被那个黄牌子给挡住了。哦。看到一点红。可以。紫凤公园，这边应该亮吧？哇，你这个手机这么拍，好好看，像抹了石膏一样，就是感觉这个人怎么这是这样的？你看，是吧？像那种单反相机拍出来的一样。差点我就信了。
真的不跟你开玩笑，嘎嘎好看，兄弟们，你就说哪样好不好看吧。是在我我们中间还有一段距离的，是吗？那他说他俩贴一块走。我觉得还行，嘎嘎猛。今天是直播，看见了，播啥呢？抖音，抖音，我看见。有点，他们有点像失足少年。你跟不错，村里面出。你又看啥呢？我看你在说啥。我看过，怎么你们的那个风什么风风俗就是最好看前三，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好像刚刚底下有人说线下看过最好看的风俗就是前三最好看。你看这不说了吗，小代言线下最好看。对呀、啊、所以说你们的风俗都是这样。谁还有谁啊？你们门是谁啊？一个主播带着一群人有。要在这儿中国石油。我刚才看了一眼啊，过不去。哦，从前面过去，那再往前走走吧。哎、啊？你看那儿能不能过去？哪儿啊？那块儿，咱们刚刚来的那块儿，是不是没有？那中间那儿？那我们再回去，你确定吗？咱们先去这儿看一眼。累不累？看车，还行。哦，你说是带草的那个地方？嗯，草旁边是不是有个孔？可以，还得是你。呀呵，好像草上也有栅栏吧？什么？他说什么？没说啥。歇会儿，这大马路是怎么歇吧？这一溜全都有吗？应该是前面那个红绿灯的那个地方应该能过吧？中间这个地方肯定都拦住了呀，是吧？有道理。对是不对？那儿也拦住了。啊。慢点啊。嗯，路痴有一点确实有点路痴。你也路痴吧？有一点。哦，蝙蝠。啥姐夫？蝙蝠。哦、空尾儿啊！你不是天津人吗？我东北人呐！你在搞什么？我之前知道你是吉林的，啊、但是一开始大家都说你天津口音呢。因为我在那边上学。啊。好啊。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一般我出门没逛够我就说我是路痴。他们心眼多得很。是的，总有角度来击破你。
嘛意思？好黑啊，嘛也看不着。下回我搞一个什么杆你知道吗？嗯，就是这个地方带补光灯的杆。行。然后就专门配你这个手机。你一说你要开播 ，OK， 我直接把那个拿出来。那是在这儿。我跟你说件事儿啊，这边我都没来过，我没走过这边的。这个水有味道。嗯，潮，好，阴暗潮湿，一股水味儿。好，一股水味儿，兄弟们。会啊，你会吗？我会，我不会。我会游泳。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说，还跟别人参加过比赛呢，就游泳。啊、嗯，我小时候体力挺好的，但是后边不愿意游了。突破口。我小时候就得了个第四名。你笑什么？八个人呢、哦。你想一想，八个人我整个第四，厉不厉害、啊？那也算前四。啊，对呀、啊。反正也中，也行。什么叫也行？比我强。我当时后边那几个人全沉底儿了，我最后沉底儿了。说什么东西？说什么东东？哒哒哒。我们是电菌，电菌。我看成我们是阴菌。我哥们没淹死也是这么说的啊。你要去的话，你应该是往那边走吧？哎呦，那怎么办呀？你就可以。在这儿叫车，然后说我是交通银行对面，不得了吗？你别说，是吧？不送到楼下，他们家离这儿就。打车要40分钟，欢迎白嫖哥。下回，主要是咱妈在直播间呢，你知道吧？第一次见面送到楼下不太好，下回直接送回，把你送回去吧。这不送回去，司机有问题怎么办？司机能有我问题大吗，兄弟们啊！我这要送回去，我是不是比司机还危险啊？出去就社恐了，他是说你吧，不是说我吧？他还说我。对，白嫖哥应该说的是你吧，应该不是我。我看，这还我看。哟，这儿还有一个。也是，你说万一要是我不送你回去，你一上车了，你刚一下车，司机下来拿把刀戳你屁股，那咋办？多危险，在长沙啊！那长沙太危险了。为啥你这手机把我搞得我都融入黑暗了呀？
真好看。能打着吗？能打到我。还有四分钟。他应该还挺近。0083黑色。没事儿的，这太平盛世的。对呀、啊。我们不用过去吧。但是我们如果不过去的话，他如果转过来怎么办？你定的是那边吗？那我们先过去呗，算绿灯，过去玩会儿。害羞害羞。这边马路好爽，什么都没有。这地这就是爱吗？真的爱我吗？明天奶言休息，我打电话怎么了？这怎么没播、啊？我上楼回家，上楼的时候矮，屁股矮了一刀。比小莹那会儿见面好像要收敛点儿。啥？那谁呀？什么？不知道我。他在说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说你还是说我，应该说你吧。我见过小莹吗？小莹是谁呀？应该是主播。谁叫小莹呢？小莹就是很早之前，我在东北的一个老乡，一个主播。哎、嗯，那不也跟我是老乡？对呀、啊。0083，别忘记啊！0083，好好。哦，说是你，说的是你呀、啊，我哪知道啊？真说我？对啊，那肯定说你嘛！你看，逮到吗？是吧？你给解释解释呗，尾吗？说是你，说的是你，你看，他们现在在给你台阶，他们就说的是你。0083，这是这家不好看，你瞅瞅我，咋了？这都给我，给你，你看多柔弱，这弱不禁风，这好像啥呀？青都黑的，这不停？那是你手机的事儿啊，一点也不好看。那是你手机的事儿啊！我跟你说，你是好看的，手机不好看。手机整雀黑，不知道为什么。哦，对。咋了？去你的！去你的！去你的！我喝呸呸呸！这种手机我自己妈晦气。他竟然问我说：“你跟西恩在一起过吗？”和推，我这，我这你妈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和推，哎呦嘿，我这次回家得好洗个澡。没有吗？为什么你们都这么问啊？但是因为可能我们不了解，所以才会问。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意识呢？那要是叫还有人叫我爸爸呢？0083，告诉你拿回去吧，下回见还我。拜拜。那你回去慢点啊。啊。拜拜。拜拜。嗯。
司机尾号0809啊。对。好的，您好，对订单单位您服务请讲，安全带。他走了。哦，对呀，我以为他们两个在一起呢，好尴尬哦。原来没有，他刚刚好像要气死了那种，开一个小灯吧，不管用，真的不管用。这小灯，哎呦，这小灯一点都不管用。我这手机坏了，真是我的手机坏了。我回去，你们知道我回去要多久吗？我回去要40分钟。他明天不是出门吗？过段时间再聚，一个人回家。我还一个人回家呢。对，嘎在我手上。太搞笑了，我今天这个手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它还挺高的，哦，它比网上看，就是它比线上看起来要高很多。套路，这都是借东西套路啊，借东西。这个东西套路真的太暗了，是有点暗。他穿上鞋得有185了。他明天不是去武汉吗？我刚才呀，我啥也看不清弹幕，我真是一点儿我都看不清。超级朦胧，完全看不清。我人多我就不行，像这么一个两个的我还行，我挺碎碎，就是反正就是说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的。我就知道我妈没有，我妈跟我说话，我回一句没有。刚才一直都没回我妈。没回我妈话。就是我还真挺久没出门的了，我说那倒没有。放心吧，
就好了。我爸在干嘛呢？他咋不说话？我不敢了，我不敢，我害怕。嗯呐，我前两天就说想吃烤肉，确实是挺想吃烤肉的。哈哈。烤肉还真的挺好吃的，我觉得。但是跟他一起出门，没什么那个。他比较会烘托气氛，我跟他出门吃了大蒜，吃了榴莲，还吃了各种东西。就是心细是一方面，主要是他不会什么都问你，比如说，确实他也问我来着，他问我就是你吃什么，想吃就是他把那几点列出来，然后我就。也有可能是我们两个还是比较熟的事儿，我们两个认识还挺久的。我跟他说王也要见面了，他说，咱俩都这么熟了，你还在期待什么？哈哈。他和啊没有喂，他一次手机都没玩过。第一次就知道我家住在哪儿不太好，他不知道我方不方便。而且我去的时候，他就基本上把什么东西都烤好了，等着我去吃，还是挺细心的。嗯，是的。很帅啊，而且他一点都不老哎，我感觉大叔好像他以前不敢跟女生对视，有这么不好意思。为什么要借三国杀呀？一定要借三国杀吗？他不腼腆啊，还行啊，他性格也很好啊。其实我感觉就感觉跟在直播间那种感觉差不多。现在练出来了。
给他打分儿啊。应该，我是以什么角度给他打分啊？当朋友吗？还是评价一下他这个人呢？是你们是让我评价一下他这个人吗？评价一下，那就是他外貌挺不错的，然后身高也挺不错的，然后也挺细心的，就是一切 OK 呀，没什么问题。哦，对，他说他来之前他要去剪个头发，我说搞得咱俩跟相亲一样。还好吧，没什么太大问题。啊，这算好人卡吗？这不算，这只算一个正常的评价。是评价就是不是个好人，那岂不是？难道你们啊？咱也不能夸两句就看上了吧。也对，不是什么都灰，主要是我看到的弹幕都是这样的。今天怎么是户外？我今天跟秀才出来吃了个饭，刚回家。秀才，还有第二个秀才吗？对的，听哥。我现在在合肥，不是湖南，从合肥搬过去了。之前在合肥，我开灯也不管用，真的不管用，一点用都不管。我看一下吧。在后面可以开灯啊？上面有灯。我知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这个手机有点问题，我开这个吧。哎，这太亮了。有点亮。
刚吃完饭就是没事儿。这就看一个男生细不细心就体现在这儿了，看他晚他会不会问我到没到家呀。他要是问了就证明他在意你，他不问证明他不在意你，知道吧？问了会加分的，看他心里有没有我这个好朋友。行行行，好好好。我让我妈跟群里说，她跟我这说话，我就。流口水，捞一滩口水，乐乐乐。真不能看手机。其实我有点晕车，但是还好，还好就是，妈这太黑了。我没有在五一广场这边。哎呦，这个区，我这个区还挺远的。推远，推远。我是开朗大男孩。想不到今天，我今天起来的还挺早的。不然的话，这好像是我们家附近的。我卡吗？我应该有点卡。不卡，却黑。
我来瞅瞅。好的好的，看不到。这，啊，这还。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来的时候正是高峰期吧，正好堵车。嘟嘟嘟，等。我完了，那我走上去吧。我那个，我从来，我很久都没有出过家门，我不知道怎么回家，我笑死。我刚才在那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进来了。尴尬，忒尴尬了，哈哈。哎呦，我这个灯光啊，真是，这灯光我，得了吧，别看了，我还是照这边。晚上是挺快的呀，但是白天就慢了吧。我有一次跟我哥出门的时候，我哥还在的时候，我哥也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进门。他说，你是不是业主啊？这是不是你家呀？笑死。看我大腿的颤抖吗？还是胖的，我肉还挺多的，我腿不直啊，我的腿真挺直的，就是这么拍拍的，一会儿回去给你们看一眼我的腿就知道直不直，靴子也会看，那我总不能这么走道吧。我腿不直吗？看这个影子，
啊，这不值吗？就是拍的角度有问题。放屁！你才不到1.6米呢，你放屁！1.62米，我走到，我就穿了一个小平底鞋呀，穿了一个小靴子。你们看我也没有用，我太暗了。嗯，这样就关了。我整个人都锐化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很难受。锐化了，锐化了。正常得开播呢，我31号，31号播完我就要得请假几天。所以这两天能播一会儿就播一会儿。可真是不好看。哦，我觉得也是，那我可下了啊。我还有腿毛呢，诶，这不是我家吗？啊，等会儿，这不是我家吗？哎呦，我不知道啊。
这就是我家呀。啊，不能吧，这应该就是我家呀，我再试一次。我再试，我们上上人头呗，都上人头。请给我上上人头，兄弟们，这是我家呀，我家是几楼啊？我家就是这一层啊。我没出过门了，我第一次我到家，不是我第一次我很久没回过家了。这就是我家呀。我以为拉的呢，我想着我是不是进错门了。刚才你就进推门的吗？啊，我刚才是拉的，我给他打开以后，然后我拉门，然后没想到是推着的。怎么来着？刚才我一听这门，我想出去了，我还怕吓着你。我寻思是谁呢？然后我又。才过来。简直太搞笑了，我真的有一点儿，差点我就回不来了，太搞笑了。我喝口水。我咋这么暗呢？暗死了！行，一会儿了，我一会儿。不是我感觉我可能是吧？是怎么个事儿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服了。没有啊，我。不是我这手机有问题，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的手机怎么这样？我这手机是有点问题。哎呦我的妈呀！手机相当有问题。
我们都吃完饭回来了。我手机，哎，你别说，我手机。没有啊，乌黑抹漆啥也看不见。这都看不见我。无语救了家人们，咱说蛮无语的，上个人头，给我上个人头。神师兄，你们上个人头请给我。OK。开灯了呀，帮我上个人头呗。洗澡，我下了播洗澡呗。对，那个是我的第二机位。兄弟们，兄。我还是很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讨厌哦。手机坏了，家人们。好了，我用电脑开了。免打扰。